首先，我想来做家己市的消息。家己市在全球400个城市脱颖而出，应该是全球七大智慧城市。今头先特召开记者会，说明家己市参与2017 ICF 高峰会，定向智慧乐活城，努力争取全球 Top 1智慧城市的最高荣誉。都市唔免大 ，smart 就好。家己市政府团队六月初将前进纽约。争取全球最佳智慧城市荣耀 Top 1，嘉义市首次参加到国际智慧城市论坛 ICF 智慧城市评选，就获得评审团的肯定，在全球400个城市当中脱颖而出，先获得 Smart 21，再荣获全球七大智慧城市 Top 7。29号，嘉义市长涂清泰甲市府相关单位召开记者会，说明嘉义市参加2017 ICF 高峰会，呈现智慧乐活城，努力争取全球 Top 1智慧城市最高荣誉。非常乐意让民众知道，也非常乐意意味跟民众来多多给我们参与啦，因为这参与中间才会真正的推进到这个智慧城市的最主要目的。以人为本，用智慧的方法，包括思维来提升民众的幸福啦，的服务啦。市府表示，结合中央前瞻计划甲地方智慧城市，市长涂新铁认为，中央推动的前瞻计划当中有一项数位建设，如何将中央的计划融入地方嘉义市推动的智慧城市是首要的任务。也强调，爱先有智慧，才有所为。也唯有落实第一生活，才是真正的智慧。这次在高峰会将展现六大智慧面向，发展嘉义市智慧乐活城，尽全力展现智慧城市成果，争取最高荣耀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家己市采访报道。